好了，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出一个题，要集体来完成。就是我说到一个场景，然后你们就要以那种就是感觉演出来，好吧？题目：早上睁开眼睛，发现天上有十个太阳。아침에딱예같이한꺼번에哇，每个人不一样看。圭贤，时间还有一点。자규현씨시간조금남았으니까그표정을지어달라고하십니다就挡住他就好了。哇，好平常的表演。네因为他说那个十个太阳的话肯定뭐很热啊或者怎样，所以他要。就你手这样可以挡住吗？손으로가릴수가있을까요라고물어보신분아손快可以。他什么意思？他说他的手比较大，所以没关系。手大可以挡住。周密呢？累了一天，回家发现沙发上。自己家的沙发上坐了一个机器猫，机器叮当猫啊，叫哆啦 A 梦啊，就他。周密和圭贤呢？你好。好无聊的表情。你好啊，你好，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呀？这不是见到美女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吗？我们好像在那见过。见过。哆啦 A 梦说没有，然后就谈话结束。哆啦 A 梦이만약에그런적없는데요라고하면대화가끝나는거예요哦。让他跟哆啦 A 梦一起走。哦，我觉得你们肯定经常说。好了，我们现在要请你们用韩语教大家说一句话，就是，支持北京奥运，我爱中国。예북경올림픽북경올림픽북경북경북경올림픽북경올림픽성공을기원합니다성공을성공을성공성공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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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기원기원합니다합니다합니다기원합니다기원합니다자来第一句북경올림픽올림픽来预备起북경올림픽성공을성공을기원합니다기원합니다오可以哦안녕하세요북경올림픽북경올림픽성공을성공을기원합니다기원합니다好那我要问成员中间谁的话最多아멤버분들중에서비교적말이많다라고생각되시는멤버는어떤분이실까요평소에一二三圭贤，圭贤，没有想到是你啊！还有，韩庚指的是始源，然后其他人指的是圭贤，然后圭贤指的是始源。为什么圭贤为什么觉得始源话最多？아규현씨는왜시원씨가평소에말이많은것같아요밖에서는이렇게사람들하고있을때는말이굉장히적은데멤버들끼리있을때는정말재밌고웃겨줄줄도알고말이많은멤버로돌변합니다아其实一般像节目或者做什么活动的时候啊石原可能不爱说话的那种态度但其实他们那个在休息的时间或者在宿舍里面啊他们一直休息的时候呢石原一直跟成员开玩笑说出来因为每个成员都比较累所以石原主动的跟其他成员就开玩笑啊让他们就高兴一点哦，就是平常就是上节目的时候，他话还算少啊。아그규현씨생각에시원씨가프로그램참여할때말수가적다라고생각을하시냐고그것도또아닌것같다고말씀해주세요아刚他说在想好像算话比较多。话比较多。就觉得他在私底下话还要更多一些那还有人指的是圭贤都还指了吗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圭贤话규현이가평소에게임을정말많이한다게임할때아무튼그러니까그런말을되게많이한다아因为他说那个在宿舍休息的时候他们一起玩游戏
那玩游戏的时候，他一直不断的说话，所以他觉得推选。啊！哎呦！好了，再问一个，谁的？ 규현 씨 어떤 여성 스타일을 좋아하세요? 이상 여성. 아 다리가 이쁘고. 아 나랑 똑같아. 규현 나랑 똑같아. 아무튼 다리가 이쁜 여자를 좋아합니다. 아 사소. 听不懂. 最主要的是 腿应该漂亮. 腿漂亮. 哦，就是腿很修长的那种。跟我一样。 哦，你也要腿，要腿很修长的。因为我腿就很修长吗？哦，好外在哦，我觉得龟贤，我不得不说，腿长就够了，是吧？ 다른 조건은 없으세요? 다리 이쁜 거 말고는? 好嘞，还是腿长。来，周密。龟贤，我腿长。就是要跟韩庚一样，腿长。好，周密呢？